这个合八字跟八字合是两回事。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合八字的时候，合八字的结果，第一个是合，第二个是不合。你知不知道，有的时候合才可以结婚，有的时候不合才可以结婚，你知不知道？啊、哦，你说老师此话怎讲？我们看一个八字，一定要看先天的立命。如果有一个哎，他的命中就是他的命中先天是他的命生下来就是一世夫妻，那你找个八字更合他的，哎呀太好了，就可以结婚了。那如果有一个咖生下来先天就是二婚命怎么办？如果先天就是个二婚命，你找个八字跟他很合的，那刚刚好就二婚了。先天命上面是二婚命的人，我们要找个八字跟他不合的才可以结婚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他不合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他怎么合。命上八字婚姻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去神经病去改他的运。